首先是这个，对，首先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问好，好不好？嗯，一二三，We are 大家好，我们是XO。好，非常开心见到我们这个12位 XO 的成员，就是全了是吧？对，我们从Chris开始，是吧？从 Chris 开始好不好？来给大家做自我介绍。OK。 那个今天因为第一次12个人一起嘛，所以来个特别点的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我看看到底有多特别，好江湖。加油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队长，非常超级性感的。Chris，谢谢。哎，你打我干嘛 ？Chris， 你飞吻一个之后，娜娜打我。 可能是中了，对不起。不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我觉得就是，因为一般很帅的人真的很难这么亲自说出自己很帅，一般都是别人说的。OK， 好，谢谢，那下一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 Happy Brothers， 非常超级可爱的灿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为什么灿烈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又有你？ 为什么？那我觉得应该是，因为他学我嘛，他跟我说一样的。哦。我说非常超级，他也说非常超级。OK。所以说，待会儿接下来每个人介绍都会有他的。好，来继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面来继续喽。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最年轻的谢逊。海涛听到没有？以后介绍自己快乐家族女生，我是最年轻的。对啊，你是哪一年的？你是哪一年的？他说他是94年生。94年的意思是，等一下，94年我读书了吗？你还小呢。94年我都还大学2年级了耶。我们今天很难得看到 XO 在我们。 这个快乐大饼合体，对，这个事实上在韩国他们合体的次数也不是很多，对不对 ，Chris？ 没错，嗯，那这一次知道可以来上快乐大饼15周年的节目，有什么样的感觉？特别开心，而且这是其实是我们4月1号以来的第一次12人合体。哦，对，在中国，对，在中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，而且刚好赶上快乐大饼15周年，所以我觉得特别。 我们也特别开心，运姐特别好，对，能够参加的。你们一年合几次体呢？我知道76年跟哈雷彗星。我知道上一次这个要请翻译姐姐给韩国姐姐考倒我这个问题。对，1년에 한 몇 번 같이 12명 같은 무대를 했나요? 1년에 한 몇 번 정도? 一年合几次体？谁来回答一下？ 没有病，基本上对，没有对，而且我也不知道，他就开玩笑，就问一下好了。那我。